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这个台股啊，好像黏皮糖黏在这里动弹不得，再加上呢人类都跑去哪里了，怎么量呢越来越少，到底现在台股怎么了？今天呢我直接数落一下台股啊，真的很软烂。那这个软烂的台股要继续摆烂吗？还是下周有什么样的机会？其实昨天跟今天台积电已经有出现特殊的状况，那么有些的个股也有出现特殊的状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一档一档挑出来与所有人来分享。虽然很多人看到台股量能不见，看到今天台股又收了一根奇怪的 K 线，那么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今天全部会回答给各位。那么今天的节目请大家广为流传。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的台股哎呦小黑出来了、今天收一个小黑十字星。这个小黑十字星啊是怎么来的呢？我解释一下，今天这根 K 线呢其实非常小只，肚子您知道有几点吗？一点，也就是开盘的时候跟收盘呢差一点，那收盘的时候呢矮了一点，所以今天这根线是黑色的。那今天这个扁扁的一点，下周到底往上还往下呢？这个时候今天中场呢小黑出来了，但是今天涨了17点、那收在15626。当然我们先检视一下今天的最低点15578，好，停在这哦，我自己倒带给各位看啊。到了昨天我给各位关键价还是15530，所以合格的啦，合格的。所以呢关键价很重要，今天最低点呢还是有守稳15530，最低点来到15578。虽然这一波呢直线的从楼上刷到楼下，但是呢这全部都是 OK 的。那当然在尾盘这边稍微有一些的拉抬呀、那就是在尾盘撮合的时候有部分的一些重型股呢有开始呢做一些的一个承接的力道。那今天整体的20大排行榜呢这个是涨18点。那涨18点换句话是不是加总起来呢有人砍了一点、所以少了一点。那这不打紧。那既然今天这个量啊少到可怜，不到2000亿只有1800，怎么解读呢？昨天我们的大盘出现了反拖走涨 K。那么反拖走涨 K 呢刚刚好来回测这个15530，微幅破就在这里立马反手拉抬。所以昨天大盘呢是涨55点。那么到了昨天呢这个形态学啊，我跟各位说这里呢它是一个叫做连续星线，也就是建构在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之后呢它直接往上面，但是往上面这个多方缺口一直留着，这几天它进行了这个区块的一个横盘。那么横盘当中呢当然量呢把它缩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想啊，之前呢很多人在期待 FED 到底要什么利率决策，对不对？那前天已经讲过了哦，就是一升一码，那也大概今年不太会要降息，那大家已经大势笃定，大概是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呢我的看法，我们的盘面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所以呢不要再想太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昨天呢这个连续星线，那盘面回归正常轨道。那我跟大家讲很明白哦，要乐观期待否极泰来啊、那昨天呢上涨加速已经大于下跌加速，那今天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其实一人一半。那这个我昨天解释过了，第四点昨天讲的，近期在守关键，补量上攻机会大，而走这条路我们的大盘一样近期攻16000。那今天15530当然有守，对不对？好，那我们跳到今天的，今天这里要拉近的，因为今天这根线太小只了哦。对，听到这，这里是不是一个多方缺口跳上来连续的一个横盘，对不对？那到了今天呢算是第五支，第五支这个地方非常小支哦，这个小星星哦，那到中场少了一点嘛，所以是收一个黑色的，那直接拉下来，这个小星星伴随这个量缩是完全 OK 的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啊要期待到底下个礼拜是往星星的头去越过，还是往星星的脚去跌破呢？直接拉过来。
以目前这个大格局来看，向上攻万六机会大。哎，今天这根线，我不跟你解读头过身就过断脚怎么样，我就是告诉你，近期以这个格局来看，攻万六机会大。为什么？我说道理给你听，因为形态到现在还是形成了连续新线，里面有大支的，有小支的，所以呢，关键价我还是给各位15530。今天很明显的量能全部解冻了啊，就没有量好。那么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多空两相望。那刚刚好呢，这种量多空也两相望，恰好收十字啊，这个十字很小字。所以呢，下周到底谁要发球呢？我给大家两个锦囊妙计，如果下周是多头发球的话，那么需要增量站上今天的高点，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增量站上今天的高点。那如果下周是空头要涨球的话呢，那么必须有一个但书，需增量跌破关键价15530。这个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我想呢，不管你要哪一边，全部来我这一边。因为呢，我家呢风水非常的好，大脚很喜欢来我家，包括我的股票滚量滚量再滚量，当我一声令下全扫了，一路喷一路喷一路喷，当我一声令下全到了，哇，往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要选错边，来我这一边最安心的，因为我是客观的跟你们讲，客观的操作。所以呢，这两个记下来啊，那第四点很重要。没有破关键价，或者是多缺口哦，这个缺口没有补的话，都是多方占上风。所以呢，第四点要记得，没有破关键，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缺口不要补，没有破关键，一切都是 OK。所以呢，以目前大格局来看，向上攻万六机会大。好，我的盘解完了，希望大家把这节节目广为流传，因为来到这个很重要的关卡。还有多空两相望的量不见了，那么下个礼拜谁是英雄？今天我的会员又很好过日子了，昨天把变色龙全部给解决了，赚了一大票的钱。我今天到底有没有买变色龙？我等会跟你讲。但是今天呢，我又有一档股票运钞车开出来啊，东元运钞车开出来，哇哦！大盘都没有量呢，这张股票滚到30000张，也奇怪，每次量买的也是我家的量，卖也是我家的量，啊，所以啊，你不投靠我，投靠谁？今天东远它的高点多昨天一档而已，所以呢，它没有在攻高，我发市价单，立马倒光了。昨天各位都知道，这个东远呢，我已经拆牌了，对不对？5月4号，昨天形成这个格局。那我跟大家讲我怎么做。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呢，5月3号的时候呢，我说呢，当天啊，这个行情呢，它在这边抖来抖去，所以呢，我决定小胖卡开出来。小胖卡是卖一半的意思。那么昨天呢，它继续这样攻高，那我先留着啊。尾盘大脚，尤其这里最可疑，尾盘大脚买了1600多张啊，为什么今天没有高点？所以呢，我的动作全数倒光。所以今天这张股票运钞车很优雅开出来。今天很多人又发现路上很多运钞车，对，三三家族在开的，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路权，但是钱我没有赚到。那这张股票呢，今天是30000张是出货量啊，我直接跟你解。那今天全部卖光了，对不对？好，那卖光当中呢，这就是我教大家看盘技巧嘛，不是你今天哦喜欢什么然后乱追。5月2号的时候我已经公开了，就是我叫东元嘛，半只涨停，对不对？你看量都跑到我家了，不去你家，对不对？4月27。我跟大家讲，商机来，钱财就来，股价就飙。而且这一档，我很肯定有本间科学跟你们讲，江坡第二波要喷第二波。很多人看你们啊，没有啦，什么尖头反转啊，高高一座山。我说这叫吃货哦。那这4月27号讲的，没有看再去看我4月27号怎么讲这一档，你们觉得很珍贵哦。那4月28号呢，已经跳空上开，已经日 K 3连红，对不对？哦，第二波已经展开了。那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本周嘛，这是周二哦，周二回来最后买点，赶快来预约哦啊！结果嘞，你有没有预约？我不知道。哇，哎，真的会喷呢，直接喷上去了哦，大脚都来我家。那当天我跟大家讲嘛，就是智慧能源还有机电的系统嘛，那这两个国家呢，用了电动车的一个动力系统呢，就是给它包了。到这一天涨成这个样子啊，
那五月三号呢，我有讲过，你这边是一个晴天一柱拉出来，但是你次日没有在一个很明确的表态，所以呢，本间 K 线的操作必须卖一半，卖一半我获利落袋。那我跟各位说，另外一半我怎么做？光这一套单子，十张四万，一百张四十万，短短几天啊、哦。那当然，到了昨天五月四号的时候呢，这个股票呢，它持续的往上面，有没有？直接把这黑 K 吃掉了。那我跟大家讲，倒数计时喷外太空，到了这边这一段4.5元。那今天呢，它形成什么状况呢？过昨天多一档而已，立马回来。回来的时候没有守昨天这边的一个收盘，所以我立马发市价单全数倒光，也就是说这边卖一半，这边卖一半，全部倒光。各位看到这个量，这个量呢算是比昨天跟前天还要大。那这根是大量拱上去的，那这个量呢也差不多被消化掉，所以这叫出货量。所以呢，今天形成了攻高位守，反打破低。我一大早全数卖掉，获利落袋。那么这时候来了，这个题材还在。那么接下来机会在哪里？有兴趣的来预约。你看哦，你是小额投资朋友，十张4.5万，一百张45万，几天当中很快吧？而且这股票没有回头，就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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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涨。所以呢，各位去想一下，光这样的股票我也会操作，更不用讲高价股，亲爱的。我这个时候先让各位看一下，来这档股票，元泰，我直接跟你讲，我没有买元泰，我买这一档，我股民先按起来，哦，你也看得到了，什么红啊，天气很热啊，那所以呢，下一节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点我没有再买回元泰，我要去买，天气很热，需要散热，这时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能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创造人生财富。咨询专线02-2321-9933，2321-9933。人生如股市，变化莫测，时高时低；股市如人生，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唯有客观分析，精准研判，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创造人生财富。轮源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做股票吧，有它的位阶，有它的生命，有它的形态组合跟它的筹码。我当时在买元泰的时候变色龙，很多人都说那个线很丑，但是本间 K 线用形态学组合，我说你非买不可，尤其来到167、170，你非买不可，结果一路飙到200多块。当我到昨天全数获利落袋的时候，很多人才想他已经200，会不会到300，开始去追。那这个时候我钱拿出来赚了一大把，我再去买更彪悍的股票。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年代英雄人物绝对不一样，那么你要如何把握英雄人物而迎接他的诞生，就请你跟着我的脚步。现在我要提醒所有的人，很多的股票机会就从这档开始。请看护国神山台积电500，还是500，对不对？好，台积电今天这样，4月27的时候，我就这个形态学跟大家讲，台积电489低档明亮星，近期红 K， 以红 K 来看量最大，所以一样在看量价结构，我看得很细啊，所以我组得出来。台积电至今489就是这一波的最矮的位置，一路每天这样跳上去，还跟你说确立反转，有没有？我还跟你说量要加油，这边来补满，我说补满更好玩，补满收十字，后续必有大行情。结果这里拉近一根十字，两根十字，三根十字，够好玩的吧？所以这句话请你记得，连续多星，下周补量，上攻机会大。
那台积电是这样格局，母鸡带小鸡，那现在英雄在哪里？首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一波我如何战胜变色龙，而整把的钱我赚完之后我再转另外一档。请看元泰，请先看这里，元泰我卖掉了，结果呢各位发现今天最高点叫202，203没有过。为什么203没有过这么重要呢？这一天我一大早卖了一半，我也跟大家讲收盘的时候收了大十字，这个大十字代表多空大对决，所以呢我当天在盘中卖了一半，收盘收这个我的会员啧啧称奇。那当时元泰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说很丑，停在这遮起来啊，是不是很丑？哦，很丑嘛，对不对？对啊，你们只会看这个很丑啊，但是你们深不知量价结构啊、哦。那所以后来喷出来，对不对？你在这边买的，甚至于在这边买的，全部一次让你赚到爆。结果后来来这边呢，我卖掉一半啊，当天呢10张36万，100张360万，对不对？好，重点来了，5月4号那一天，次日就昨天，我为什么要全数获利落袋？我跟各位说，暂时大功告成，因为它根本没有过这个大十字的高点，表示这个大十字边拉边出，所以那天我已经调节一半，这一天我全部倒光，所以昨天我毅然决然的一大早把它全部倒光。那么从167到233元，10张33万，100张330万，重点来了，大十字这一次是非常的标准，大十字次日最好直接过高。昨天没过高，今天没过高，所以我暂时不买它。大家再看回来，有没有发现昨天没过高，今天一样差一块没过。再往下看，这里大量，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主力边拉边出，边拉边出，连三三家族全部倒光了？所以手上还有的请多加留意。如果下周如果没有很好的表现，希望你要问我；如果有更好的表现，你也要来问我，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今天没有买这个，我买这一档。我常常在讲，天气很热，需要散热，你有吗？全烧了。这个我做 N 百趟了，这次我又回来赚，滚量 1.6 倍啊！今天大盘不是没量啊？对啊，所以我一买的股票，大脚都会跑过来，这不用我讲，自动就过来。那你要看它的 K 线形态，这个图啊，我所要阐述的是。如果你只看这一段，好，停在这边就好了，就整这边遮起来，是不像不像一个麦当劳 M， 对不对？那如果我拉出来，它是不是从这边开始筑底喷出？如果我整张放给各位看，各位会告诉我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底部。我常跟大家讲，任何一件事情，看你站的角度、高度、深度，所剖析的完全不一样。就如同前几天我举例的一样，一档股票100块，今天跌10块，剩90块。如果当时你70块买上来的，你还赚20块；如果你追高120的，你活生生输了30块。一样是同一档股票，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就如同这一档，我刚才说这边像 M， 可是我放宽给各位看，哎，一个大底耶。好，这档股票全力扫货，下周拼喷外太空。这里曾经有一个高点叫265，此波这边的高点叫258.5。我今天买它是准备要看它喷过这边的高点，万般打底未爆喷，商机来了，钱财就来。大脚，为什么不去你家又来我家？我一买就这么多人来。亲爱的粉丝们，赶快来跟珊珊预约，买关键价。同样一档股票，你买错，你可能花更多的成本，对不对？那你跟我一起买，你还可以节省成本，买关键点位，那这样子比较好。不然去那个钱被主力咬走，不会还你。就像元泰，你追200，追220，追230，那主力也不会还你啊。我从160几买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张股票今天要跟大家讲，全烧了。当然，我的股票真的是每一档都胖嘟嘟的，来这档。哎、欸，啊，今天不是没量啊？对啊，涨4.5元呢、欸。哦、啊，对啊，我的股票、啊、就跟别人不一样，
用心嘛。啊，昨天这样不到千张，嗯，啊，这一天这样，由矮矮的位置到高高位置，你砍到这边来跟我自首，有人真的来自首了，啊，不然你看哦，150几，到今天170，又差10几块，所以你们做股票啊，每次看到跌就杀，啊，看到涨还要追，不然哦，你来看一下，这一天叫4月26，我跟大家讲这根线标准的下主线，这下主线谁买的？法人。有头发的人，不管你有头发没头发，你就听我讲，法人低阶意愿强。后来到了昨天啊，我说盘道没有量啊，这个好玩了，盘道没有量哦，这好玩哦啊，不要以为没量就没明天哦哦。我说此虚的连续线盘道没有量，随时注意会有大行情。结果今天怎样？哇哦！哎，掌声鼓励。这边画两条线，这边画两条，这样看得懂吗？有没有类似一个收敛的状况？而且今天是盘到每阳第一天的出量，而且今天叫增量拉出中长红，所以每一档股票你们都看我解这么清楚，我就是要告诉你，做每一档股票有依据，不是用你的心情、用你的情绪在做。为什么这个股票我抱得住？因为我知道它的未来，我也跟你讲电源管理 IC。所以这股票一赚又10几块，那你为什么不敢赚？所以啊，赶快来预约每一档股票，下周英雄都在这啊。那今天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让我讲这档股票，来，每次跌都没人要讲，我天天跟你讲，它叫智源170，这个身高也不错了啊，170169啊，天天都在涨，是去哪里啦？啊，不收获有什么办法？这一天啊，我说前进三黑组，每个人看到这样都说要崩跌，然后去投靠空军。我说我放生你了，空军。前进三黑组一跌升反弹，诺跳空开低，反而不必害怕。很多人问我是我养的吗？那跳空开低，我说叫晨星和暗夜星，次日开高直接扫货，啊，就从这边开始没有低点了，啊，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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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没有？还给你画这两个啊？就今天发生什么事？哎，那边大一点，喷出去了。啊，停在这。昨天给你画这个啊，喷出去了。注意了，突破此区收敛，近期法人在认养，下周关键点在哪里？赶快来问我。光这几天当中，10张15万，100张150万。所以啊，像路上很多那个什么进口跑车啊，对啦，打听一下都是三三家族在开的，不管你要小牛、小马、双 B 都可以，好不好？高兴就好，有钱最老大。所以呢，这些股票你们都看我每天讲的都这样，但是我跟你追踪，我告诉你机会在哪里。那当然，这档股票啊，今天稍微有被调节哦，叫做瑞昱啊，昨天呢很疯狂继续涨，那今天有被调节，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昨天我说呢，它日 K 五连红，对不对？滚量两倍，到昨天呢？10张39万，100张390万，因为到这边五根的红 K 把一根黑 K 吃掉，那今天它是要往上面再突破的一个回撤，那下周各位注意这边这个防守点位，手上还有的啊，还包括三三家族，今天有部分法人有调节，那下周呢点位论去留，因为我们该赚的已经赚到了，所以呢那个点位各位留意一下。那至于呢后面剩30秒，那我就跟大家讲。这三档股票，我下周一跟大家讲。全新啊，这个法人一直买一直买啊，谢谢啊，今天又来了，快要100块了啊。那这个股票各位注意了哦，这个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赶快来预约了，不要省一只鸡的钱失去一头牛的利润，自己乱做一通，主力把你钱咬走都不会还你。但是我会告诉你怎么样节省成本。这档股票下周一讲，好不好？这档股票下周一讲。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这件事情，我直接跟大家讲清楚，饭票。饭票最重要，饭票，再一次的广发英雄帖，号召所有的人跟我爆赚喷出段，有缘分有福气，大家一同来努力，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本公司
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